Come apart already. ~2021年3月2日，我在 PlayStation 官网上领取了乐器铃铛。对没有主机的玩家来说也没什么用，但我肯定的是，乐器铃铛系列的游戏已经登录到 GeForce Now 了，还公布了登录 PC 的具体发售时间，定格在2022年10月3日。目前索尼还有两个系列的游戏没有在此名单中，一个是蜘蛛侠系列，一个是最后生还者系列，这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。经过最后生还者2的剧情拉垮之后，也没有玩家继续追随这款游戏了，而到现在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垃圾，都是垃圾，都是垃圾。